队长，俺去把他们引开。行，小心点。 于世如，俺们这是往哪个地界走啊？去昆云山找八路军。八路军？哎，我说于世如，于世如啊，你这是黑瞎子玩叉子，你耍呢你？你说你自己是国军，还封俺家老七当司令，怎么着？你怎么又拉我们去当八路呢？你想当八路，我还不干呢。我们这次是要去干一票大买卖。 于世如，这话可得说到前面啊。你这老说买卖买卖的，俺们山寨可是断然给断了。你这不会是把俺们往铡刀口上送吧？什么铡刀口啊？程七，周大马在世的时候杀了你的亲儿子，有这回事吧？你绑了周大马的三姨太大小姐，后来被上海给救了，有这回事吧？有。 俺和周家是血仇，现在上海又来凑热闹，这些仇，都得报。仇必须要报，也要一个一个报。这次，我们就是要去找周家的兄妹周扬、周长。哼，可他们是在八路军的地盘上啊。八路刚才还帮我们呢，我们把八路撂在山上给日本人当小菜儿。 咱们再到他的地盘上去打劫，这不妥。你放心，我们这次是去智取，并不会与八路正面相抗。咱们大老远的来，
你就为了给我报仇？我那仇啥时候报不行啊？你害得俺们连山寨都丢了。你今天要是不说实话，老娘我崩了你！别冲动，程七，要知道周家兄妹可有我们想要的重要消息。你说有金金子？请吧。先生，买包烟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知道你们兄妹被困在这里了，我是特意过来解救你们的。今天晚上，村里枯井旁边见。买烟了，买烟了。谁呀？